公寓的居民们、住户们，大家好，又没有在家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来到 Tina 音乐公寓的外景，就是在大港开唱。我觉得罗时丰超会唱的。这边是女神龙舞台，演唱的是那个来吧贝贝。哦，但是因为排厕所超久的，然后意外的我先发现了贝斯手在那里，我先拍一下贝斯手。拜拜。好，那五人表演，我们刚被我们放弃了，错过了。对，已经爱人错过了。只要来到博乐附近，我就会吃100的素食蛙贵。你知道来到大港开唱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认识的人。我们今天那个影片当中最常出现除了 T-Tag 之外，第二常出现就是环环。而且你怎么自己一个人，你完全在？我们是很独立的那个独立的乐团。前提二人出。那你们下个行程是？可能利友王吧。在利友王之前都会出来的吗？是的，妈妈吃手手的主唱天天，我刚刚不小心在艺人食堂看罗时丰看到睡着，因为我错过了他唱那个。对，好，总之这次很开心，就是我们可以来到大港，希望下次还可以一起来哦，拜拜。